啟德河東最高質素的樓盤一定不得不提 Oasis 啟德，由匯德豐發展，全盤就648個單位，單是外形白色的玻璃外立面都吸引到一大班粉絲。離它最近的出口是啟德的 D 出口，大概3到5分鐘步程。另一個重點就是它貼住啟德河道，將來如果河道綠化完之後，既有城市核心的優勢，又有小橋流水、鳥語花香，感受去個客上去睇一睇。入門有個小玄關，做咗一組廳櫃，直行就一個長形嘅廳，外連一個小嘅露台咯。望出去就河道嗰邊嘅景緻。因為我而家睇到出面嗰個光線。呢間幾錢啊？1068。呢間都幾好。再转入嚟就一个厨房，白色柜面都好靓。呢边就拆咗埲墙，做咗一个趟门啦。整体嚟讲好市正，浴室就好企理，都系白雪雪。再入就主人房啦，做咗个床啦、书柜同埋衣柜。我哋再睇另一间，呢间两房就有个玄关位，转入去就一个紧厨，都系 L 型嘅间隔。再转出嚟就一个长形嘅厅，有个细露台，望嘅景观最主要望内园同埋啲楼景。睇楼嘅途中攞起大罩雨，浴室就好企理，同埋佢有窗嘅。呢边就系主人房，都系有个大玻璃，同个厅就一样劲。最后我哋睇埋间细房，呢间细房就向翻北望翻车站广场嘅。我哋喺 Oasis 总共睇咗三间，呢两间性价比相对嚟讲高嘅，一个内园楼景，另一个系河景，两间 size 同埋价钱都差唔多，你哋会拣边间？